宝马成功，您的煲仔饭开始制作。目前是第二代机械标准箱，它是集的冷库出料，然后自动加水、加油，还有烹饪，然后自动出餐的一个功能。这次我们带来了一万份的广式辣味煲仔饭食材，希望为前线的医护人员带来一份热气腾腾的煲仔饭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